总有人问，这个迷妹是不是当年那个神秘人小迷妹？来看一看阿明打迷妹的对决啊！这个迷妹是真迷妹啊，以前有一个小迷妹，那是抠脚大汉的呀。这迷妹好像很喜欢玩大门啊，老 K 的粉丝。这个头上符是复合指令还是直接头上符啊？好像是直接头上符啊。哎，什么鬼？多动症。呀！阿明是用一个角色来打他，一打三。好，下臂点完之后直接跑抓，啊，洗头，防得不错，逆向，啊，晕了，金拳接洗头。Round three, ready, go. 小迷妹的阵容完成这个样子，这么奇怪的。好，洗头，逆胜还是防住了啊？反抓一手，好，能量闪，抓一下，直接洗头，正向反向，又是直接洗头。好，下臂洗我头，纳尼，有意思啊！给个女孩子洗头啊，阿明也是照样，很专业啊，手法很专业。这个钱没有白花，这一下换成日本队了。好，起身就直接洗。好，相杀。下臂洗一波。好，再洗。这逆向还是防的不错哈，又洗，这一下不好防了，这个位置。好，踢一下，继续来洗，逆向继续，又洗，别乱动啊！这是想头上符吗？来一波洗大头，对啊，洗完小头洗大头，非常的温柔哈。好，关注谢谢，不会走掉。